在网上经常有人晒自己的照片，我们都知道有的人他是化了妆。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个查看他素颜的办法，首先需要用到这一款软件丑图秀秀。我们来打开它。好，现在已经打开了。由于我的手机上没有图片，我们现在去今日头条上去找一个。首先打开今日头条。好，现在我们选择一个频道，找一个，好，这一个多，打开以后我们把这个图片保存到我们的手机，现在已经保存上了。好，我们返回到桌面，选择刚才的那个软件，点击开始，然后点击选择，从里面找到刚才的那张图片，在最近里面。找了，就这一张。好，现在我们点击开始，就可以对它进行还原了。长按比较，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原图。不按的话，就是它还原之后的效果。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他的眉毛还有这个眼睛有很明显的一个修饰。现在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软件该怎么获取。首先打开微信，找到我们歪哥社团的公众号，发送本期暗语，太阳盘盘天上走啊，没有啷个哩个哩个啦。注意哈，是太阳盘盘，不是盼盼，盘古的盘，不要打错了，打错了是搜不到的。好，现在已经收到了回复，我们点开这个链接，记住一下这个密码 ,YE32, 打开这个链接，然后发送这个刚才的那个密码 ,YE32。然后选择提取文件。好，现在把这个软件下载下来就可以安装了。我们本期就讲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